我们来锻炼一下大家的思维想象能力。看黑板，看图猜成语。第一题，小董明，你来。绑匪带花。你这绑匪还挺有意思，还带花。这么明显的五朵花，还有那么大一个绑字，五花大绑嘛，是不是？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来，第二题。五人大帝。思维定式了是不是？你就不知道换个思路吗？地里有人。我也知道地里有人，但这是成语吗？人多地少。你怎么不说人小地大呢？对哦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你赛熊吧，你也是来学习的啊。王一涵，你来。地广人稀。哎，很好，请坐，都听听，这才叫成语嘛，是不是？来，第三题，小河南。无处拉屎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你小河南自创的成语吗？啊，这叫无地放矢，比喻说话做事没有明确目的，盲目乱来的意思。记住了啊！来，第四题。高阳，起来了，还在那睡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两把挂面。你别笑，还一个切碎的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也是来学习的，你给我站到后面睡去，我让你扔。知道的同学，把答案写在评论区。